calling you over, my head on your shoulder. Familiar faces prolong the embraces. We were always on toward the breakaway. But we're nearing chances to wake the day.大家好，我叫阿姆。今天呢，我们呢借到了这台小街鲁，哎，一般我们看到很多很多都是那种小阿鲁啊，只有这台，我今天借到这台小街鲁，就是属于街车版的阿鲁了、啊、哦。我来试试看它跟小阿鲁是不是差不多的那种特性的吼，然后哎，这个倾倒速度还蛮快，应该是跟它的轮胎有关系吼。之前小阿鲁我试骑过的时候，我都知道说它那个倾倒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它的引擎设定吼，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小阿鲁是不是一样吼。我现在大概拉了一下吼。我觉得啦，它的整个引擎的配置上应该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刚刚拉了快要一万二，还没有断油，所以原则上是一样的啦。然后骑起来的感觉跟小阿鲁应该差不多啦，我是觉得差不了多少啦，因为那种感觉，只是说它的把手比较高，哈哈。但是我反而比较喜欢这样的三角方式哦，这样的配置哦。之前我在之前的影片我就说过了，小阿鲁的那个把手，他妈的，他妈要高不高，要低不低的，妈卡在中间。然后这个就反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座位吼、座椅吼，让我觉得蛮硬的，哈哈哈。这个如果骑长途的话，屁股可能会痛吼，可能啦，我是个人猜的啦。他这个用的也是原厂胎哦，所以原则上我也是不会说把它超价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发现了一点哦，我现在我才这样子慢慢骑，我就有发现一点，它的龙头很飘很晃，就是过弯的稳定性，我这个配置太晃了，整个感觉啊，就不稳定感马上就出现了。像过这种弯，它我都会觉得微微的一直在晃，这对我来说压力真的会很大。然后刹车的部分，它这台车应该也是配置有 ABS 的哈，我等一下再来试试看它的刹车跟阿鲁小阿鲁比起来会不会是比较好一点。那我相信它一样的配置，几乎基本上什么都一样啊。它的刹车感觉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哦，它这个，我个人觉得哈，它前刹车比小阿鲁好，感觉好像好一点点。哦，这个真的龙头会晃。哦。车让我有点不安心感，还晃得蛮明显的哦。这个是可能是它配置上的一个问题吧。这上刹车呢是跟小阿鲁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现在感觉试出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了哦。它这个转速一定要过，我说真的啦，一定要过跟小阿鲁的设置差不多了，就是要过9000以后，那个力量才会出来，要不然你会觉得它很没力。啊，公弯的灵敏度哦是跟差不多啦，说真的啦，差不多啦，跟小阿鲁。那插在，我觉得它比较飘啦，比小阿鲁好像，就是个人感觉吼。我觉得它很飘啊，我整个弯道，每一个弯道它都会稍微飘一下，飘一下，前避震，很不给力。
个对于想要激烈吵架的人来讲，会压力会很大。整个配置是舒适取向的，但是座椅我觉得啦，如果你要常常它拿它来长途的在跑的话，我觉得啦，我的个人建议是你的坐垫要可能要换厚一点的，或换软一点的，自己想办法。不然它这个坐垫会让我觉得坐起来有点痛，有点不舒服，坐垫的部分。它这个价位的配置哦，我觉得还蛮 CP 值是算是蛮高的啦。那就看它后面维修保养的后续的问题了。拿它来通勤，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通勤要上山小玩乐，真的需要动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多的，可能会比较多的。比如说前后避震的，然后刹车可能换个来晶片应该还可以，最主要是前后避震的。那整个车给我的感觉，我说真的啦，就是街车版的小阿鲁，就是这大概是这样子。那基本上的配置，基本上的感觉都差不多，只是说，它的引擎配置应该都是一样的，电脑可能都还用同一颗的，不过断油区也一样啊。上次来车呢，它就是一个很，怎么说，我是觉得蛮听话的车啦。所谓的听话，大家应该都要听得懂。我就是，当我想要它做什么样子的倾角，或者做这什么样子的行车路线的时候，它不会抗拒。当然啦、啊，它就是一台150的，你不能苛求它说它的动力要多大啦，或者怎样的。那如果以通勤来讲哦，这台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够用，我说真的非常够用。然后省油的部分，我记得它好像比 CBR 还要耗油一点，我记得了。然后如果跟小阿鲁配置一样的话，车齿比吼就是有点落差，比较大一点点。它不是像一般的车子的，有的车子的齿比是比较密的，比较密的话就是你要换挡的时机要更快一点。那它每换一档的落差感还比较大一点点，有可能是上坡的关系啊，我觉得啦，可能啦。现在已经慢慢适应的它的那个惯性了，我也不在乎它，就是车身感觉比较轻的感觉哦，那可以做出比较极限一点的骑乘方式。上都还是那句话啦，就是我对原厂胎吼，说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啦。如果你真的想要山上推一下，我建议你换个性能胎吧。
至少把胎先换抓地力好一点的再来玩吧。啊，这台车的换挡哦，还蛮算是蛮顺畅的，蛮好换挡的。再来一点就是，如果你有买这台车啦，给新手的一个建议啊，如果你是个新手的话。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时候，它人口会晃这个问题，原则上就是你的手要放得更轻一点，更轻的话它晃动感会越少，就是你越用力的话它就晃动就越大，那所以你要试着去放松你的双手，然后让它那个晃动感它会自己会回来，所以你就会觉得不太会晃动，这是一个骑乘上的小秘诀。然后我说真的啦，坐垫要去弄一下，我靠背哦，可能我老屁股都不行了，我觉得坐起来真的现在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了，有点痛了。座椅坐垫这部分的哦，那后座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后座的坐垫也是这样子，我看载女朋友会把你骂死的，哈哈哈哈，他不让你载，就改善一下了，我就蛮好的。那我大概做一下这台车的总结哦，就是原则上它基本上是跟小阿鲁基本上是一样的啦，它不太会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的哦。引擎配置也好啦，整台车台所有的配置，除了龙头上方跟把手的高度不一样以外啦，基本上我刚刚比对了一下小阿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有的配置，那骑起来的感觉差不多啦，只是说它没有像小阿鲁那么战斗而已，小阿鲁是比较战斗，比较适合沙湾的，然后这台是比较适合当所谓的通勤车啊之类的，然后它这个价位真的还蛮很吸引人啊，而且又有 ABS， 哈哈哈哈，然后就是小缺点就是它的龙头这部分哦，可能要适应它啦，引擎特性哦，一定要拉高转啊。当然你要低转慢慢骑也可以啦，如果你真的想要骑乘上的乐趣，你就是要拉很高转的，这样才符合它的引擎的设置。啊，我现在终于知道说当初我说小阿鲁那时候我在139测试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它过弯比较没有那么稳定，应该是我觉得是前叉的配置真的是不足的。那原则上其他的部分它都是蛮棒的哦。那整个引擎的表现呢？震动的感觉，我觉得跟小阿鲁一样很棒，不错。这个部分做的，我们必须要说它真的是防震的能力比较好，这一点。然后引擎出力的部分是过万转之后是另一个世界。那以上呢是我今天骑乘的大概的一个感受。然后就大概介绍到这里了，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然后支持小莱姆的记得订阅我的会员哦，加入我的会员，然后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